都有一种动容的感觉。来，萧敬腾队长，我特别满意，真的，我觉得比彩排的时候好100倍。我吸吸。我第一次抄嘉尔的话，但是我说的是实话，这特别好。然后周深今天演唱真的帮了这首歌又达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境界，特别美，特别棒，真的。谢谢谢谢，很喜欢很喜欢。其实周深的嗓子在业内那也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非常吓人。所以当你得知，你帮我捧的也太高了吧。当你得知跟他合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对这首歌有一种更加的会有对话感，更加的用他的那种感情来诠释我的这一首歌，我真的很感谢他。谢谢。周深呢，什么感觉？当时这首歌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啊和一个钢琴在唱嘛，然后我听完第一遍我是不太懂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歌，他说就是当一个人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只能够自己不停地喃喃自语，分裂出了另外一个自己，自己跟自己去对话。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两个人合唱的版本能够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回头看一下你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可以让你去倾诉，你不是孤独的，你身边还有很多人会一直陪着你。对，谢谢。好的，各位，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来投票的时间了。如果你喜欢、欣赏并且有冲动去推荐这首歌，请投下您公屏。请各位专业的评审来分享一下自己刚刚选择的理由。今天孟慧圆你的表现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强的冲击感，因为今天周深老师说实话他的技术他的唱功太强了，而且他在整首歌的表现让我会感觉到这首歌是他的作品。慧圆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一些特质，很原生态的一种灵性。我觉得今天和周深老师合作呢真的是压力挺大的，因为像跟这样一个唱将一起对歌的话很容易暴露自己唱功方面的一些弱点什么的。我确实不能够接受，因为大家既然说周深把我的孟慧圆给淹没了。这首歌曲其实孟慧圆唱的时候是非常像一个都市剧的一个画面，然后周深老师切进那个歌声之后就把整首歌曲感觉像是一部新的穿越剧。虽然今天孟慧圆其实声音现场可能有一点紧张，但是不要忘了毕竟你对面站的是周深老师。还有就我觉得孟慧圆的创作就像老萧敬腾老师说的，他有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一种魅力，可能他自己写旋律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结局。就像这首歌曲的副歌，他其实用了一种非常短非常收的方式就直接处理，反倒有了一种意犹未尽的一种非常的延伸的一种意境。我觉得其实下一张专辑，周深老师下一张专辑可以提前预定那个孟慧圆的作品，真的。谢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孟慧圆不是一位特别陌生的一位歌手，她真的是在舞台上有很多的经验。那对于周深来说的话，周深就是实力派的唱将了。我们曾经在做电台访问的时候，让周深唱了一首《好日子》，非常的厉害，真的是专业水准的。所以呢，周深在这首歌曲当中确实他有点睛之笔了。那我想说的就是这首歌在一开始让我会想起华语乐坛早期的一些音乐作品，比如说《黑》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它是非常有对象感和对话感的。所以我希望孟慧圆在今后的创作的道路上能够写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音乐作品。谢谢。选择一个好的帮唱嘉宾，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的作品得到升华，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也会让你作为这首歌的一个原作者会失去你的领地。但我最终还是把这票给了你，因为这个节目叫这就是原创。上一期的你的创作，你的表达是有种古风感的，这一次你又把这种对唱的东西做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宗旨应该是鼓励像你这样的歌手。谢谢。谢谢。好，几乎当周老师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你们俩的声线是音色很相似很相近，你很吃亏。周老师他用他的气场在驾驭这个作品，但这个作品是你的歌，你没驾驭到，他有他的气场，他的气场把你全部带走了，你的就不在了。就在听媒体老师们和专业老师们他们在点评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该开心呢还是不该开心。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需要时间，加油。谢谢。我现在超有罪恶感，就感觉自己没有帮到忙。嘉宾他只是增添了所谓这个作品的色彩，如果是一个专业的评审，你应该针对创作人的创作，他的表现，他个人的魅力去看，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他的可创性有多高。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我们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第二轮孟慧圆的大众评审折合得分为40.2分。谢谢。哦，好棒的，好棒，好棒，你俩晋级。还好观众还蛮喜欢的，其实也很好的一个成绩了。我们请孟慧圆先回到我们的备战间。